整个全部频道里最喜欢的系列，老公你想要，没错，我们要来开超级厉害心目中的梦幻车款了。我们先欢迎今天的车主好不好？来，耶、yeah! ！老公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还要老司机嘛？这个单元不是老司机，不要不要，我要老司机，这个就行，我喜欢。对对对，好，那边 SP， 好，天师帮我改。来，你先介绍啊，今天这个我买的是玛莎拉蒂 Ghibli SQ4， 耶、yeah! ，全台限量八台，因为它里面座椅是蚕丝绸的。那它原价我可以知道一下？新车价是600多万，因为前车主其实选配蛮多的，但是因为他卖我二手的嘛，所以就变200多这样子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，好。好好好，我跟九妹有比较了一下，它那台就是。但我这台是有点珍珠白，但是现在很脏哎，要不要先洗车？等一下洗完车再补画面，但没关系，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先介绍啊。其实那一天被剪掉了，下雨天的时候车灯会起雾，所以这个是会洗这个车灯的。哦，可是九妹的那台没有这个哦。为什么只有车子有这个服务？我希望有人帮我洗车。这整个霸气的侧身很帅啊！没错，手把竟然是给我做碳纤维的。选配选配，轮框也是有选配，卡钳对，会是红色的。帅帅帅，直接上车开开看。哎、欸，我看小红那台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红那台。我还是秉持的那一句话。什么？撞到我会赔。对，但折旧不算。哎、欸，让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信任他，我信任他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要出发，要洗车，但是我们现在先洗车。我想先洗一洗，因为很脏了。OK， 那我们就洗车。最高了，但他还是看不到。可以啦，我们要相信这台车的耐撞程度。不要相信。哎、欸，打档打档，哎、欸，怎么打？哎、欸，脚先踩刹车，我教你。脚刹在哪里？完蛋完蛋完蛋！脚刹在左边。等一下，还是要帮他开出去啊？不用啦，慢慢走，慢点慢。我全下班或者那个，我也是开过这种滴滴的车。不，因为比较不一样。不会，悬吊。开什么悬吊？避震的意思。哦，避震避震，好，避起来避起来。你要开大吗？会比较大声。对，就是。好 ，spot spot spot。那先不要好了，我还是关起来好。这台车真的好长。4.9，大家不要小看那几公分的差距哦，光是这几公分就可能会停车不好停个 A 道。我很多位置我都不敢停，或者是已经到最后了，但是你下车就看你的车头比人家还要凸出来。但是我必须说，它真的很舒适的，长比较长，也比较宽，不论是前座还是后座，那舒适度整个出来。哇、哦，问内问内，错了。哎、欸，他不是啊，他说对啊，那你说？去西区，哎，我们到西区，不用走那边。啊，怎么办？一开始就走错了。优米，你要早点说啊！你这个太晚说啦。哎、欸，其实还蛮好开的耶，顺，嗯，很顺很顺。然后它的油门，我原本以为会很重，其实没有哎，蛮轻的。反而是刹车，我觉得比较重。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们这塞在上面了啦。优米又不早点说哎，你知道吗？你坐在主驾的时候，我才看得懂啊。你看我们现在时速剩多少？我们开一台玛莎拉蒂开30公里，你觉得这样对吗？不行啊，干嘛有病？没关系，先靠你，你后面没车就靠。我们要去桃园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保持安全距离再靠左啊！你不能直接硬
然后我明年再换一台车叫你来拍，这样你这个系列就可以一直拍下去。那你刚刚一直强调说养这台车不会很贵，你目前算到现在你花在这台车多少钱？这两三个月你有算？你包仪式吗？7万多，油钱就一个月7-8千。嗯，那目前你有进场保养过了？要车已经都用好过了，我下一次保养。对，其实好像听起来也真的还好。它的皮很难过，你不能用酒精，然后也不能碰到水。我车上都有这个擦车布，下雨天马上要擦掉。对，我把它擦掉。然后或者是我们擦防晒油，那也是擦不掉。那个一定要去专业的洗车的地方，它有特殊的油，把它擦掉。但是我觉得内装其实我蛮喜欢的，像例如这个，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不爱红色内装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玛莎身上好像很合理。然后你这椅背的这个刺绣，我觉得也很帅。对。但是我还没有大脚踩过，先等一下，这里车太多，还是先称赞一下内装，这个手工缝制的这个哦。我连指甲去用的时候，我都讲不要那个磨平一点，最好是我要开瑞斯的车啊！我等一上车，不小心指甲刮到了，他不会赔，你知道把我多害怕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去了，开始爆了吗？开了，哇，那个声浪感整个出来了，踩一下。不行啊，前面太多车了。不要，前面太多车了，我吓吓你而已。现在是 Sport 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那个声浪明显就比较大声，六缸的引擎，把它第一调教，所以它的声音会跟阿列车很像。喜欢开高级轿车，引擎这么好，就是喜欢听那个声浪。但我觉得它的隔音是非常好的，对，是因为它的引擎声真的比较大声。开 Sport， 我要回转吗？看那边的一根都被撞倒了，上你拍一下，你看到吗？直接回是不是？可以，然后慢慢回。慢慢回，我帮你看右边，只有机车而已。我帮你看右边，会不会撞到安全岛啊？不会。哇，你会回转呢，很棒哎！怎么了吗？很棒，我刚怕嘟嘟插到，我好害怕，我在看嘟嘟。好，那我踩一下喽。好，这边可以踩。那个来第一天辛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订餐厅6点，但我们没有去那个餐厅，我们现在7点才开饭。他就在他家附近找了一间餐厅，周围来吃了，吃了，吃了。我们就边吃，轻松的讨论一下这一次的心得。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一台玛莎开起来的感受度我是蛮喜欢的，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缺点。这一台玛莎它真的太大、太长又太宽了，你知道吗？以我来说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驾驭它。因为你太娇小了，我离上面那个天棚很远，离那个头枕也都很远，因为它像一个小朋友在开大人的车的感觉。而且它车头很长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抓不准那个距离。它不会是我之后想要买的心动车款，但是我觉得它是适合开车技术好的人开。好，那你今天觉得我这个？我觉得缺点就是原本要去信义区，然后开到新庄这件事情，对。你知道你上一集最后，因为你很累，你的脸整个都僵掉，然后观众都以为是我吓到你，或是让你不开心。不是，没有，他只是累了。我体力不好。对，我们两个小时内要收工就。对。哎，我要问你，你觉得开什么车可以去健身房？走路也可以啊。国产车也可以。当然可以，我不行。根据时事，我是想问一下。根据时事，那我这就下标题。那我们开这个车去健身房？可以，这不会被骂吧？这够格，够格，不会被骂。对，大家可以留言投票一下，什么车可以开去健身房？对。
好啦，那瑞斯的频道有更完整的开箱影片，大家可以去他那边看。哎，我还是要帮你打分数啊，你比上次更会开了，是不是？但有一个完美回转，我觉得哇，也太顺了吧！你这次好像可以到90分哎。谢谢大家。好啦，那影片最后呢，记得按赞，任何意见可以留言告诉我。想要看我开谁车，也可以留言跟我说哟。最后不要忘记订阅我频道，还有订阅瑞斯的频道，追踪我们的 IG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！去健身房。开玛莎拉蒂可以去健身房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因为这个是在地下室转弯上来的时候挖到泡面，这应该洗得掉吧？啊，没有办法用洗，你要处理。你不要乱讲话，你刚才不是这样讲的，你明明说洗得掉。这样，那麻烦你了，谢谢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